是一种不民主、侵害人权的说法，而这种说法是无疑是不了解中华民国的情况，因为我们中华民国正面临着全世界最狠毒的敌人——中共的一个独裁政权。我们为了确保国家的安全，并保护绝大多数国民的福祉，来大大小小的白色恐怖，现场各位各一代，把目睭合起来，把耳仔泡开听。岁大的双胞胎，祖孙三人遭人强奸、家暴、
人类有念阿基，我叫做一个叫陈习官的厂长，我主张台湾中国新兵进攻。